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财俊学校。今日就由我声音导航带大家参观一下财俊学校的设施。在基本设施方面，我们学校设有15个标准课室，礼堂配有大型的 LED 荧幕。示艺室除了有空间给同学仔上堂之外，亦都设有作品展示的空间。音乐室亦都设有不同种类的中声乐器给同学仔去体验和学习。图书馆的家私摆设提供舒适的空间给各级的同学进行阅读活动。还有篮球场和两个电脑室。在特别室方面，综合活动室摆放了各种的健体器械给同学仔去训练他们的体能。科技与生活室除了有焗炉、电磁炉等等的基本烹调设备，特别设有咖啡机给同学仔学习使用和冲调饮品。辅导教学室模拟了一个酒店房的环境，给高中同学进行自理和防务的训练。科技教育室设有 3D 扫描器和打印机，和一些编程的机械人。在刚刚落成的食材体验馆里面设有4个区域给同学仔进行 VR 的虚拟实景训练，包括防务清洁、洗衣、餐饮和洗车。言语治疗室、社工室、自闭症儿童辅导教学室，去进行小组或者个别的辅导。医疗室设有自动体外心脏去颤器和急救用品，还有一张病床，给有需要的同学仔可以好好地休息。学校的设施都是为了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，给同学仔进行各种多元化的学习活动。除了学校的设施，我们亦都注重教学团队和私教的质素。我们怀着一颗火热的心，好学力行，不单止扩阔自己的教学领域，还会主动关心学生，让到他们享受学习。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，创新可以为我们带来机遇。面对疫情，我们积极研究遥距学习，打破地域的界限，做到真正贴近生活。立己为群，我们特意增加老师和教学助理的人手，竭力做到关怀备至，令学生成才。纵然面对挑战，我们仍然感谢机遇，感恩生活。我是财俊学校。